简历谁给你做的？我自己。你这经历这么多，简历怎么做成这样？还好吧。哎，给你改改吧。行啊。嗯。你今天好美啊。我哪天不美？对，每天都很美。嗯，我现在问你几个问题啊？嗯，问吧。谈过几个女朋友啊？不是，哪有简历会问这种问题的啊？啊，好，母胎 solo，单身至今，干你认嘛？真点啊！真的会有人这么问的？哦，两三个，两三个，两三个？两个，啊，又变成两个了。真两个，哎呦，姓名？你谈过几个男朋友啊？姓名？处过几个对象？性别？那性别你看不出来吗？啊，你性别问是什我，么？性别男的，男的，男，这个人是个男的，毕业院校，郑州大学，郑大，哟呵，不得了啊！低调低调，问你个问题呗，你问，谈过几个男朋友啊？想想，500个吧，那就好好说啊。不够吗？1000个，我还是刚两才千可是五？很认真回答你了，别哎呦，啊。我记不出来了。回去想一下哦，还有，对了，你这个后面一定要记得放一个自己的那个毕业作品啊哈。行。嗯，干嘛？我走了呀。不是才来就走了？对啊，我现在得回去啊，了。别了。下啊，不真了，走了。是否有很多？